今天上午京津城际铁路正式开通运行了。那开通以后呢，从天津西到大兴机场站最快41分钟就到了，它的时速有250公里，我们一起去体验一下。我乘坐的 G8842次这趟列车呢，我整个体验感下来啊，是感觉到非常平稳快速的。那比如说呢，从安次到大兴机场站呢，它只需要26分钟，票价是30块钱。那从永清东到大兴机场站呢，它只需要15分钟，票价是23块钱。而且呢，永清呢以前是没有高铁站的，现在很多乘客都选择搭乘这一趟列车去体验一下大兴机场站，感觉非常的快速便捷。京津城际铁路全线共设6座车站。开通运营初期，铁路部门每天安排开行动车组8列，是继京津城际、京沪高铁和京杭京滨城际相继开通运营之后，北京至天津之间开行的第4条高铁通道。通过京津城际铁路的联通，我们实现了天津西站和唐山站首次开行到达雄安站的动车组列车，进一步完善了京津冀区域铁路网的布局。从天津西站出发到大兴机场站下车，我们整个的一个体验已经打卡结束了。